哦，思想念甲一心不乱啊！哦，啊，五明伊心地啊，啊，如来众生有个参啊，法身有个相应啊，所以呢，伊这当下下步了，伊就呢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邦就是极乐世界意思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技术真伟大啊，非常了不起啊。要临终进前的一刻呢，一十五分呢，要往生，佮佮你闹这四句记出来啦。所以，互因道人大大细细呢，对这学佛修行往生净土呢，产生无比的信心。好、哦，这规家伙拢佛化家庭就对啦。啊，本来信基督教是一贯道呢，东阿变变过来呢，来信佛法啦、啊。啊，要走进前讲一句讲佛来啊，我要去啊。在众人念佛当中，持持如是啊！吼、哦，这款功夫真正无简单。过去罗马哦，啊，修卡洗手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准呢用功呢来伊事业上，加添伊太太个款化，老爸个辅导呢，变成大企业家。哦，这四句偈啊，和咱呢，是真好一个模范。来，注意搁看一遍哈。86年，一场梦，各地五蕴本来空，四大分散转净土，当下便见极乐邦。诸位应看清楚吼，无唔对。咱下佛那安尼呢，就像昨我讲的，交出一张庄严亮丽往生净土的信息单出来啊，人生无白行。对于爸爸妈妈、后生、祖囝、孙仔呢，对家眷来讲有交代，对自己有交代，生死应了办啊！哦，无愧对着诸佛菩萨啊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，也无愧对啊！用心安理得呢，光明呢，来离开世间，行完人生最后一程呢啊！先望西方三圣的接引呢，人伊老人家已经伫西方三圣身躯边啊啦。公主甲世间人话伫啊那凉啊啦，哦，听佛讲经说法啦、啊，哦，我嘛定讲一句话啊，啊，如本法师，吼、哦，是一凡夫精、苦恼精，也无开悟，也无证据，庸庸俗俗过一世地人啊，啊，我讲经说法都有法度摇动雕影，互济济人来学佛修行啊，何况诸佛菩萨啊，诸佛菩萨有他心通啊，知影你家己倒位。烦恼一倒伊，无明一倒伊，苦恼事一倒伊，哦，需要啥物物件，需要啥物法门，伊我都一针见血，一语道破啊，互你当下见性，开悟证果啊。所以亲近诸菩萨的四周围人，去开悟证果呢，遐确实有来历的。啊，这来历毋是天赐的，佛菩萨赐的。是家己呢，道生律业法缘亲近诸佛的精因来，自然业力就感应，愿力就感应啊。所以伫经典讲啊，做佛的弟子呢，爱时常发愿呢，生生世世亲近三宝，亲近善知识，道理在这所在。自然的愿力就感召感应呢，来伫善知识的边啊，伫诸佛菩萨的身躯边啊。哦，因为凡夫众生无亲近诸佛菩萨、亲近善知识呢，伊的道心就像亲像空中的羽毛，随风飘动，亲像水漂呢，随波逐浪啊，无有定处啊。你看空中一支鸡毛鸭毛吼，风一吹，伫半空中飘来飘去，定袂落啊。哦，无根啊，哦，互伊依靠啊，哦。所以道心存在空中羽毛，随风飘动呢，存在水漂，水漂北京伊叫做啊浮萍呐，伊青色个，再半公分一粒一粒呢，哦，聚集在一起啦。水漂无根哦，浮伫个水面哦，无根，水呐，家家一去东边就飘去东边，一去西边伊就飘去西边，无根定袂对啊。凡夫众生无修行、无愿力、无定力、无禅定呢，
亲像空中的羽毛，亲水中的水瓢，无定力，名为可怜呐、啊。所以凡夫呢，不能转境或境转呐、啊，因为伊无定力，无修持力，无愿力啊。啊，咱依爱依靠诸佛菩萨啊，就像咱人，哎，有爸爸妈妈，细汉有人靠吼，都袂变成孤儿，无依无靠呢。一丛树要种个大丛、细丛，一定要有一支呢。竹仔爱插，甲伊靠哩，甲编哩，哎，再有多呢，袂风吹断去，吼，还是枝去呢？因为伊哦，摇摇晃晃，伊个枝干也袂定个嘛，爱主要一支呢，哦，插啦，竹仔甲编掉呢。等到大丛了，这个枝插，竹仔会当摕掉啊。因有个愿力坚持，有个定力啊。凡夫众生，伊福也袂圆满。地位也未圆满，愿力也未圆满，需要善知识啊，需要诸佛菩萨啊。无卡假哩嘛，你啊闹情绪，拄到境界互境界转，定定呢情绪化呢。哦，一了要修行的，过两天了后讲我无爱念佛啦，吼，看家己生死底下个千万条啊，即款人满满是啊，今仔日都有道心足坚强足坚固个。两当了，退落去甲冰点去啊！也进进退退，退退进进啊！这个是凡夫角色啊！啊，咱亲近诸佛菩萨，这问题拢无存在啊！一直甲你成佛为止。所以，教导咱唔再讲一句话：畜生一人往生净土，就等于畜生一人成佛同款啊！是不是啊？无唔对。所以，下个人伊心内时时刻刻呢？拢啊，谨记两句话哈，谨记两句话，啥物两句话呢？爱尊重今生，爱关怀来世。咱修行人爱呢，吼爱尊重今生，爱重视今生就对啦。你今生所做点点滴滴的影响到来世啊，今生的你所做的功德、所做的好事、所做的点点滴滴呢，这就是因啊。你来世呢，哎，就是果啊。虽然咱的心目中啊，尊重今生，关怀来世呢，安尼这人来人间呢，一定尽缘事哦，甚余。佮讲话做代志呢，为人处事呢，拢皆谨慎。哦，好，注意听好。咱话佮反倒等下讲，人命中人，如果若拄着呢？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在这个时阵呢，搁难以下手啊！要死搁死未去就对了。痛苦凄惨的时阵，生不如死，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？有影啊！哦，咱台湾哦，台湾这国家啊，哦，南北二路冲贯线啊，到处对一个机会啊，讲因兜无人往生的呢，是紧慢俩拢伊。但是如果若拄着咱兜的亲人、爸母、公妈、祖先、兄弟姊妹，有人伫遐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，哦，难以下手的状况，这个生不如死，啊，搁咧昏迷不醒，要如何应对呢？哦，有方法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如何伫咧《地藏经》甲这普光菩萨回答这问题哦？哦，等下后壁详细讲哦。来，咱看《地藏经》安怎讲哈？伊安尼讲：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从政，求生不死，求生求死了不可得，或夜梦恶鬼，乃及家亲，或游险道，或倒厌味，穷鬼神游，日夜睡寝，转覆红字。民中救苦，参差不落者，处皆是业道轮回，未定轻重，或难下修，或不得如男女俗眼不便是事。讲啊，足庄严，足清楚啊！吼，咱一生当中拄着足侪无了解的代志呢，伫《地藏经》内底，咱释迦有足甲讲啊，非常清楚啊。哦，啊，拄这代志要怎处理啊？哦，在临终之刻，死阁死未去，我阁活未倒转来，啊，阁伫昏迷不醒，暗时啊困呢，
是惊救呢，佮救惊，哦，啊，佮袂醒，醒袂了倒来，啊，佮死死袂去，无都下手呢，啊，病情佮好袂起来，要如何应对啊？佛祖讲了啊，所以平常时多听经、多闻法，就是多意思啊，啊，多看经典啊，再我都佮你心觉无了解所在呢，再骗出这答案出来啊。伊咧讲啊，讲哦，在未来世，等佛陀灭度了，未来世啦吼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哦，啊，倒伫眠床顶，倒足久啊，倒了有够久啊，啊，求生求死拢无法度如愿。人讲生不如死，死不如生呢。哦，在迄个时阵呢，哇，暗时啊，去困的时阵梦起呐，哦，有恶鬼要佮拖伊后脚。啊！用弹的来啊，出的来啊，要一位去叫出来名，拢死人的名啦。啊，毋是啊，忘记种种恶鬼，好惊到阵满身胆寒呢，阵醒起来呢。或者是忘记着呢，已经往生的家眷，因来做因老爸、因老母、按兄弟姊妹呢，叫做忘记着伊家眷就对。或者是呢，忘记着嫌恶多，哦，绝界，你看惊，惊到阵呢。鬼仙姑呢，汗流浃背，所以惊醒起来，梦游恶道啦，险道呢。或者是呢，暗时啊去眠梦，梦去安怎呢？哦，看来鬼要给伊加啦，要给伊吃啦，啊，地甲给伊兴奋啦，叫苦连天，准惊叫而不能醒过来，安尼叫啥呢？叫做厌迷啦。梦中梦家呢，惊家呢，惊叫不停的呢，啊，佫醒袂起来哦。迄、那个厌味，或者是忘记讲含鬼咧、含神呐，伫个荤油就丢，含鬼神油啊！哇，哎，一日子拖咧个地吼，日日月月一直拖拖了一久吼，哇，你症头个愈严重啊！叫做呢，叫做红字，红字简单讲就讲吼，这病苦一拖久吼，因此带来呢难治的这个气流病。还是并发症，拢是走出来就对了。哦，或者暗时困的时呢，这哀哭叫哭呢，叫哭连天的呢，凄惨欢喜心未生起来，凄惨不乐。这完全就是伊在生爱过去生中所做恶业。哦，伫遐呢，个论定呢，阿未好事。哦，伫遐论对啦，阿未好事，轻重阿未判好事。所以在这状况之下，阿无都构成投胎转世，阿佫死袂去，佫活无落来啦。即款难以下手的状况呢，拢完全袂好势，好袂起来。这凡夫的俗眼呢，无智慧啊，因此无都辨别呢，到底呢，即款的业因是如何？哦，这凡夫俗眼不能辨别呢，无都了解这代志呢。啊，这问题。咱释迦佛祖拢甲普光菩萨讲了啊，就是安尼啊。道生累劫做唔知偌济歹积德，唔知偌济恶业的啊。再是暗时困的时呢，哀声叫绝，佫醒袂倒转来。有呢。哦，我细汉的时捌安尼呐，只困哦呢，讲看到鬼啦，俺看到呢一挂吼呢，一挂呢险恶的状况呢，啊厌味啦。哦，啊，种种种的代志，看甲呢，我要惊死呢，伊哀求哦，啊，醒袂倒转来，啊，我的父亲在甲邀请，啊，阮老母在甲邀请起来呢，迄过去生中，咱来做足大恶业，无咧恶业面呢，哀哀求啦，迄业识还袂净化掉嘛，过去生中阴影，佮弥留伫八识当中，正至浮起，暗时困的时呢，迄独条意识就绑起来呢，迄甲过去生中有密切的关系。哦，啊，暗时啊，我嘛有梦游情呢。迄暗时啊，困醒吼，暗时啊，困到半暝啊时哦，目睭金箍箍袂转轮哦，会走去门甲拍开，啊去外口唱两条歌，唱两条歌，佮伊要困，天光间拢毋知影。吼、哦，真可怕，即款人梦游情，我有迄镜头。所以咱过去城中哦，啊，嘛有恶业啦。所以啊，即拢是佛经甲恁讲的啊。这个厌味降鬼神油，那是惊险道哦，那是这红字呢，面中叫苦啊，凄惨不乐，这拢含过去生中业因有密切的关系的。
哦，啊，拄着这状况要如何对治呢？哦，这是较现实的问题啊。咱台湾国呢，你若南北二路对一个因兜，啥物人无拄过这情形啊？因老爸、因老母、因阿公、因阿妈，还是兄弟姊妹，死死袂去，活活无落来。哦，啊，面中叫苦，暗时啊困的时，细细念，啊，哀声叫绝的呢，啊，醒袂倒转来。哎，人家又个青年呢？哦，这世事难尽啊，要如何啊？凡夫俗眼，我着辨别这代志啊。安尼要安怎治？来看世界有做安怎敢讲啊？甲讲要安怎治这款镜头就对啦，要安怎应对就对啦。来，伊安尼讲，地藏经云：但当对诸佛菩萨前，高声转读此经一遍。摄取病人可爱之物，摄衣服宝贝，装潢下体，对病人前高声唱言：“我摩伽顶，为是病人对经上前下诸顶物，摄供养经上，摄造佛菩萨形象，摄造塔寺，摄燃油灯，摄施常住，如是三百病人。”肯定文理，加令诸色分散，志气真正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至七日以来，但高声笔、高声读经，是人命中之后，宿殃同罪，至于五无间罪，应得解脱，所受生处，上帝宿命。讲我都清楚啊！所以就是安尼来应对啦，安尼来处理就无唔对个啦。哦，佮讲一遍，难道那是有人求生不得，求死呢不能？在这状况之下，定定暗时安尼惊叫，哀声叫绝，佮醒袂倒转来，都佮摇佮醒起来，怎有法度？或者是艳味，或者是红济人，你必须爱呐。用这个方法，这释迦佛做亲自讲解，讲你这个时阵，就将伫诸佛菩萨的面头前哦，比如恁老爸、爱老母、爱阿祖、爱阿妈、爱家眷就对啦，伫遐死死袂记啊，活活无落来，安尼哀声叫绝啊，只要讲这两天就爱死啊，佫死袂记啊，要如何？安尼你当诸佛菩萨的面头前，大地迄个亡者。一大声呢，就来念这部《地藏经》就对了，念一遍。或者是将这病患者伊可爱的物件，吼，或者是伊的衫裤，伊上喜欢的物件，或者是伊宝贝啦，比如讲哦，伊的珍宝、金银、宝物啦，吼，还是伊的别种啦、残痕啦，吼，这房体啦，简单讲就是呢，伊的衣物就对，吼，伊的物件就对啦。该做功德啊！然后对病人的头前，安尼讲哦，哦，大声就安尼讲，讲我摩伽，哦，比如讲伊名叫丹正欣呐，哦，有丹正欣呐，讲我丹正欣，哦，来为这个病患者呢，病人呢，伫佛菩萨的面头前，哦，来写伊所有喜爱的宝贝、伊的衣服、伊的残体，哦，该做功德就对。或者是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或者是呢造佛菩萨，吼、哦，伊这个像就对；或者起誓，吼、哦，或者是做功德，或者点这油灯，或者布施予上主，吼、哦，对病人，对这个，哦，佛菩萨头前三遍讲三遍就对。一直爱讲到这病患者听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对啦。假使这个病患者，伊呢，哇，伊的八识拢分散啦，意识拢分散啦，甚至伊命中安尼气绝啦呢。哎，这时阵呢，同款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，乃至七日呢，这段时间拢爱大声个发，大声安尼个辨别就对了。佮读这部经典，哦，安尼这个人命中百岁命中之人呢，伊哪怕过去生中宿世的这个。在用的重罪吼，
那是我无干罪呢，会引出你的报喜喜舍，改做功德呢，安尼完全能得解脱。伊投胎在一道期当中呢，拢知影宿世伊的命运，拢知影叫上帝宿命呢。拢投胎善道就对，绝对善道。哦，啊，那是加添念阿弥陀的圣号甲回向呢，往生西方净土啊。哦，佮听一遍哈，安那对滴啊，来听好。但当对诸佛菩萨前，高声转读处经一遍，摄取病人可爱之物，摄衣服宝贝，增横下体，对病人前高声呛言：我无家丁，为是病人对经上前下诸顶物，摄供养经上，摄诸佛菩萨形象，摄诸塔寺。迄人有定，迄世常住，如是三百病人，肯定闻的，假令诸色分散，